Hello， 各位五六的网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吧组长。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伟。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想跟我当网友吗？Hello， 我是威廉。Hello， 我是阿全，我最喜欢网友了。Hello， 我是王子。Hello， 我是小杰。我跟你讲王子，你这么想当我？我跟你讲王子。Hello， 乌龙的朋友，大家好，我的海。来吧，乌龙的朋友，乌龙的朋友，我喊阿伟。我喊小勇，我想和跟你当朋友。乌龙的朋友，我喊吴威廉。你好，我系何远，我系古龙，古龙中龙。大家好，我系吴公子，我爱你哋。大家好，我系杰仔。耶！帮帮同仁来广州这么多次了，问问他们对广州的印象吧。我先说，大家好，我是敖淳。广州的印象呢，就是歌迷非常热情。我记得我们每次来举办活动啊，那就是因为他们太热情了，那就两次都取消了。所以呢，我们决定呢，给就是广州的歌迷一个回馈啊，即将在12月12号呢唱会。这次呢，我们广州演唱会有一个神秘嘉宾即将会做，大家会非常的惊喜，所以期待12月12号，12月12号的来临。我也你觉得有不同吗？我觉得当然有相当大的不同，也不算相当大，就80%上会一样，但是有一些东西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次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为广州的朋友唱了广东歌曲，哎呀，也全部都是重新打造，有快有慢。而且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一次的 solo 部分，只有我阿伟本人的 solo 是有改变的，因为跟之前的红刊演唱会不一样，所以这次挑战的舞蹈呢是跟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是走比较性感路线。然后大家希望广州的朋友呢拭目以待，好不好？没有，我希望可能就是我性感的部分，所以我性感早要留在我演唱会的时候。简单的秀一段吧，对不对？简单的秀一段中文吧。OK， 开始了吗？开始。好，各位加油！有点尴尬，考上三了。蹦蹦蹦！好想听你说说爱我。我。对，没有错。哇，超帅，超帅！你真的觉得超帅吗？觉得我怎么觉得好像没有？我们是12月2号对知道的嘛？对 对, 对，我们可以累积，就是到12月12号跟广州天一起。哎呀，对对对，再等个10天，马上觉得能量在舞台上爆发的感觉。早上好，我们又是三岁。要不来了？对啊，保密。我们大哥好，那其实包括老师之前，从红开演唱会到现在呢，一直有在歌喉上面的进步。然后一直有在训练，然后当然是希望在演唱会的时候给大家呈现最完美的一个歌声以及舞蹈，而且包括老师现在都积极在健身，然后每个人的身材都练的就是有，早说都有10块8块跑掉，对，我说6个人凑起来。觉得特别难怪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养了一只狗吧 ，Loli， 对啊，就是6个人才能升级。升级为爸爸，为了要照顾我们家的 Loli 呢，就是把他房间打扮得跟 Loli 的房间一模一样，对，所以他的房间呢基本上是跟 Loli 一起睡的。你看他这个有这种狗爸爸的爱心的，你都不知道他的尿，虽然尿在我地毯上很臭，但我也不愿意去清理他，因为我想让他有一种家的感觉，真的温馨的，是懒吧。有一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要去逛逛夜市，然后就看到 Loli 在那个笼子里面跟我玩，就是很那个可怜的眼神，赶快把它带回家这样。对，那他第一只比较不纯的棕狮犬，他的身材比较属于是妈宝型，因为一般棕狮犬是比较壮，然后比较胖，然后他是苗条。Hello， 各位朋友，我是阿伟。我希望我们这3周年呢，可以在我们的演唱会上面跟所有的歌迷一起分享。我们会在12月12号在广州演唱会跟你们一起度过。各位五六的朋友，我只想对我的团员说。大家加油，撑下去 ，Go！ 3年了，我觉得要谢谢就是每个团员这么努力，一路
走过来，那好不容易呢，方方场终于可以到广东，广州跟大家见面了。那希望当天呢，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狂欢，好不好？Hello， 我是王子，我也要跟其他五位团员说声谢谢，因为其实一开始进团的时候年纪比较小，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帮助我的。然后也要跟我们的歌迷说声谢谢，因为从我们节目到签唱会啊、戏剧、电影、演唱会，他们都是一路支持我们，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棒。我觉得就是跟其他五位说辛苦了。然后十二月十二号呢，算是第一站了、啊，在内地的第一站，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很棒的演出。那接下来呢，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表演。希望你们不会来跟我说声对不起，因为我包容你们很久了，那就是一路走过来。对不起，好，对，谢谢大家。歌迷加油！其实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也有蛮吓客的感觉，就是想说，哎，怎么会原本支持我们的歌迷变成说，好像让大家觉得有点困难。对，那我是不建议说，继续这样下去，因为大家还是很开心的来看我们嘛。那希望就是来看凤凰场的歌迷们可以很安心，那很开心来看我们。那我们会以最好的表演给大家这样。那希望就是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吧。欢迎，话题的话，叔叔的话要提到，走在前面是我们最好的。谢谢棒棒糖接受我们五六网的访问，拜拜，下回见。三位，我要采访谁？你们知道吗？亚洲第一天才，有第二位可能是那个吧？那就是你。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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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帅帅的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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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五六，哈哈哈哈哈，五六的朋友。